相关键好，相关键好。捧人不好捧，毁人还不容易吗？但是这一次，你越界，一个一个拿资本、拿人情、拿法律压我，现在呢出事儿了。艺人总监这个位置，你如果坐不来，你可以走。什么捧？站，到头来都是福。我知道你平时伪装出来的样子不是真实的。我会，我们有机会。8月3日起，中天娱乐台，怪你过分美丽。